吴总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工地上的吧？你有病啊！工地是我该去的地儿吗？我是老总啊，我应该在这儿指挥千军万马。工地上的情况你都不清楚，你怎么指挥千军万马？现在工地上已经出现问题了，你如果不马上纠正的话，我会马上开出停工处罚通知单的。你敢？我是经理，职权所在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别忘了，你和小姐的照片还都在我手上。忘不了，忘不了。我建议啊，你这次可以把照片直接交到我的太太手里。这次我和我太太一起来的，她很想知道我对别的女人还有没有吸引力。嗯，你好。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防范措施而已。明天我还会去工地，带着停工处罚通知单去。你继续指挥你的千军万马吧。哎，蔡老板，这地方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问题很多呀，比如说工地上的安全员在哪里，起重机下面的观察员又在哪里，人呢？愣什么啊？走吧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吴总。蔡老板，蔡老板，亲自来了。我不亲自来行吗？不亲自来怎么知道这么多问题啊？哎，刘老板，你那起重机下边怎么不设观察员呢？这事儿得问你啊，吴总。按照合同规定，我们只出司机和设备，而观察员还有吊装工等等，应该由你们公司来配备。你不能只按合同说话，当然得按合同说话，而且我们之间也只能按合同说话。对，执行合同，照章办事，万一出现什么事情，也好分清各自的责任。你的意思是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了？可以这么理解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那也就是说，出了事儿就各负其责了。他们出了事儿，肯定算不到我们头上。道理明白，手脚就给我做的麻利点。万一这件事情被人问起来，不管是警察还是我爸，都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请跟我们去警局协助调查塔吊倒塌事故。我们这里呢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这个设备是刘老板的，与我无关。
刘先生，你是这出事设备公司的法人吗？我是。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，请吧。姐夫，哎呀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轻伤三人，重伤两人，死亡没有。哎呀，谢天谢地。华盛是不是还在攻击现场那边呢？没有，他被警察带走了，说是什么协助调查去了。哎，你来了就好办，这是药费单，这里你负责啊，公司我负责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好。佐治，看什么呢？哦，爸，您回来了。嘿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工地出事了。啊？华盛公司的塔吊倒了，砸伤了好几个人，刘华盛被抓了。是你搞的鬼吧？哎，爸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他的设备刚检修过了，不大可能出这种事故。是不大可能。可他就是出了，这人要是倒霉啊，喝凉水都会塞牙，放屁都会砸脚后跟。哼，哎呀，他该出局了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刘大老板犯事被抓了，现在这儿谁说了算？我是总经理，哦，不过我说了也不全算。你有什么吩咐啊？我们那边的损失按每分钟500块啊，我会严格遵守合同。是的，是的，希望你不要难为我。不，您刚才说一分钟500块，你装什么蒜？真想不到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。我也没想到。每分钟赔偿500万，你给我记住了。哎，吴大公子，这个我说了不算。说了不算？哦，是是是。你说了不算就马上把塔吊给我装起来，明天恢复施工。不是我不想施工啊，是警方他不答应啊。方不答应，我就能答应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讲。哎，你，老板，谢谢你能来看我。首先，请允许我代表华盛公司向您表示歉意。我接受。同时，我也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提议，终止合同，你们撤出。撤出？哟，答应？嗯。答应。你答应什么？答应赔款。写下来，写下来。我怎么听着这话，你像是在趁火打劫？不要这么说，我们要工程的质量，也要工程的速度。我要经常和合作方碰头，你现在失去了人身自由。我不可能每天跑到这儿来跟你开会啊。那这么说，我除了终止合同，无路可走。哎，看来是这样。幸会啊。你们来干嘛？我特地来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。赶紧说吧。给刘华盛准备后事。给你爸准备后事去？我巴不得的，可是天不遂人愿呀、啊、我爸活得好好的。
千万别忘了给刘。